地起来！你地起来！西皮亚疯狂抢救，家属哭得撕心裂肺，警消人员紧急将人抬上救护车送医抢救。因为就在刚刚，男子竟遭到猎枪射中颈部，当场失去呼吸心跳。我现在刚去，我快打掉嘛！谁去？现场漆黑，乱成一片。怎么也想不到，年纪轻轻的23岁猎手出门打猎，竟成了猎物，惨被枪击杀害。山猪，他有没有开灯？他窝在那个田埂里面。哦，这个看的时候，几乎就打了。多名枪手嘴上满是无辜，警方遭到他们时，发现两名男子坐在地上，身旁放着长长猎枪，马上认出就是开枪猎人。回到现场是白色农田，山猪经常出没，觅食稻穗。14日晚间10点多，花莲卓溪乡苏姓猎人和陈姓猎人拿着猎枪来到稻田蹲下埋伏猎捕山猪。现场视线昏暗，风吹草一动，他们扣下扳机立刻开枪，想不到打中的不是猪，竟然是个人。同样埋伏田里的马姓猎人竟遭一枪毙命。本分局于现场带回苏姓及陈姓友人，并查扣猎枪3把、喜得钉、钢珠等证物。这一枪直接射中马姓男子颈部，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虽然三人都是合法持有猎枪，但开枪误杀的人苏姓猎人仍被以杀人罪移送侦办。怎么也想不到猎人真的猎了人。记者刘吉娇，花莲采访报道。